修很多问题，又花了很多钱。专家说，那你学学奥地利啊。奥地利觉得看到这种比较不适任的这个飞机，就直接把它退役了。请问要我们学奥地利，蔡英文政府有这个魄力吗？当然啦，今天这个原作者他后来也说，他之所以贴这个讯息啊，并不是在于就是说台湾专门他专门只说哪一项这个武器配备呢？哦，不单指换下两千。对，因为其实因为啊，我们先要把这个奥地利啊，它本身当初采购这个 EF-2000的这个背景呢，也要说明一下。台风战机嘛。哎，对，台风战机。说真的啦，奥地利在欧洲是叫做永久中立国。哎，对耶，哎，对啊，他干嘛要飞机？奇怪了。对啊，你说到重点啦啊，也就是说，因为他既然是永久中立国，所以你知道，他其实在外购武器上来说有相当多的这个限制。但是当年呢，因为本身啊，在这个台风战机，它其实是由欧洲四个国家，包括德国、英国、西班牙还有意大利啊几个国家一起啊联合开发的嘛。那这款战机其实说真的，它性能也相当的这个优异啊。那甚至于它本身呢，你看它当时它这个飞机上面那个镜头，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三角翼啊，耦合一个前置翼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它本身飞机的这个机动性能相当的优异，然后另外它的发动机啊，由劳斯莱斯所生产制造这款发动机也相当的这个可靠，所以在空战性能上面来讲，这飞机是相当不错的。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它当时开发严格来说也是有一些延迟，而且我们知道今天你生产战斗机有个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你要有足够的量嘛，对不对？那当时一台不够啊，要一片吧？哎，对，我们足够的数量，因为你看当时啊，就是台风战机它其实是在研发的时候还是在冷战时期就研发的哦，但是你看等到冷战时期研发完了，哎，那各国对于这个外来的军事威胁，相对来讲就没有过去那么强了，所以各国都降低这个采购数量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原先很多原本不预期会买的，像比如说像奥地利啊这种，你就被逼的也要买一些，哦，被逼的要买一下，对对对，哎，因为它库存呐，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部分，哎，也有一点这个概念，但就是说相对来讲，像当时因为整个欧洲的这个部分啊，像空巴游说啦，然后那另外那个欧盟的一些整个各种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加总在一起，让奥地利买了15架这个 EF-2000，不够了，太少台风战机。而且这15架你知道多少钱吗？啊，然后大概差不多20几亿美元哦，也就是说大概19亿欧元，22亿左右的美元。奥地利当时是被硬被推销的，哎，对，所以它那个价格非常的高昂。那现在奥地利发现了，这个飞机啊，从那个接收到现在也差不多用了10多年了。但是呢，用了10年以后，如果说今天它这个飞机啊，未来还要继续再用下去的话，势必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中寿性能维修。对，我们讲到一个用30年的飞机，你大概用到15年前后的时候，要为它规划中寿性能提升嘛？就像我们台湾的 FCK1 金国战机，还有 F16 战机，现在都在做 FCK1 金国战机做完了，现在 F16 在做中寿性能提升，所以呢，未来 EF-2000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那当初买就那么贵，然后中寿性能提升价格又不便宜，它是个前坑哎。哎，对，所以那个对那奥地利来讲，我又没有那样那个强大的这个外在威胁这个需求，我未来还要花这么多钱养这个战机，算盘打一打。厨艺吧，如果我不厨艺的话，还被骂嘞。哎，对，他花很多钱。那当然，他未来希望能够用一些比较小型的战机，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像例如像 F16 啦，或是那个 Griffin 那个由瑞典啊所生产的 JA39 战机。因为 JA39 战机哈，它虽然说飞机很小，但它的效能呢其实相当好，而且它最新的那个 Griffin 啊施鸠战机啊，它的那个已经开发到 EF 型了，既能够发射啊现在欧洲最新的哦，你看这种流星飞弹，然后呢，另外空对地的打击能力很强，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很便宜。对，所以相对来说，那奥地利就必须要考量这个问题。当然，这位这个那个台湾这个等于他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台海军情这位前辈啊，那个梅先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他在他自己的脸书上也说，他之所以这样提出呼吁，是也希望政府啊能够认真的考虑哪些这个武器配备啊，其实相对来说耗费了太多的政府资源，或者说国防的这个资源，但是呢，它的整体的效能啊，其实已经不如过往。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不要用幻象2000，法国会愿意吗？因为我们算是法国的金主之一，对法国来讲，他无所谓啊，无所谓，他无所谓，就是你这个机队如果除役，他对他来说无所谓啊。但就是说他没钱赚嘞，那当然你后续15年的这个部分钱是赚不到了。但相对来讲，今天我们有我们的权利决定这飞机要或不要。那因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幻象2000，它现在也面临着中寿性能提升。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过，
今天不是法方啊、哦、那个不帮我们提升、嗯、是他给的那个开的价钱实在不便宜。哦、当然你说法国他是故意要开这么贵的价钱吗？也不是，是因为幻象2000市占率真的不高。哦、因为你市占率不高，所以相对来说你相关的维修性能提升通通都会贵，这是一定的啊、嗯、买车跟买飞机其实这道理是很接近的。嗯、所以那当然就有网友开玩笑说，哎，那奥地利这批换那个 EF2000 除役啊，是不是2000来换2000可以到我们台湾来？可以吗？我觉得不太可能。要吗？数量真的太少，它只有十几架而已。好， EF2000养起来不见得比幻象2000便宜啊。那算了。哎，对啊，那当然你幻象2000来说的话，你现在那个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用了已经接机到现在也20年了，等于说现在其实当然必须要在这个中寿性能提升跟是不是适切考虑啊、要提前让它这个除役啊、都必须要去做一个相当审慎的一个考量。